刘昊然和吴磊太纤瘦了，鹿晗脸不够 man， 张艺兴白斩鸡，张艺山干瘦，那谁鹿上身最好看呢？一号鹿晗，二号张艺兴，三号刘昊然，一聊加上现在的四号吴磊，五号白敬亭，白敬亭白嫩小脸配的居然是这么值得比的身材，六号张艺山，七号侯明昊，八号卡东军，真是让人垂涎啊，刚刚好，多一分太过，少一分太腻。九号李现，十号陈伟霆，十一号王嘉尔，十二号刘宪华，你们怎么看？